50大师丁井分上外国节目，斩开时速350公里的 BB 弹，吓到班洋鬼子目定口呆。原来香港都有人玩日本武士刀嘅噃。上到去位于牛头角宫下的行艺会道场，个个学徒都着晒道袍，腰缠日本刀，跟足日本武士咁认真。他们学习的是日本古武术居合道，讲求拔刀、挥刀、收刀动作一气呵成。看看这位女学员收刀咁潇洒，是不是都好想玩一份呢？他们用的是开了封的日本刀，当然不会互劈那么恐怖啦，不过都有劈草席的试斩练习的。看看切口几咁齐，千祈不要乱咁得罪女生啊，不是切了你的。看完小师姐示范基本功之后，就找大师兄示范绝招了。这招蜻蜓斩只是斩草席的头尾两端，这样都不跌，够晒功架了。最后示范多招三段斩雷鸣，想学武士道日本剑术的可以加入他们的训练班，详情就记得留意今期的 Face 介绍了。